有差事吗？行回，我有。容我喝一口水先。有差事吗？我等的。随时可以战斗。Thank you.
列车能够前往更深入的区域。测到装载物资的小型载具。
你的指令。我来大嫂。前往控制室，启动驶向中心区域的列车。Yeah!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考虑接受该挑战。听从你的指令。列车再启动已完成。别挡道！
机，严人有事。准备就绪。有事？啊！不要看我！狡兔出世，随时可以斩。我有两把军师待发。我等你。准备好遗言吗？秒水，先来支援。全力进攻！
晚的午后需要摄入一些咖啡因吗？休息一下，能够走得更远。的上新时间也是随机的。妹妹，是要和白棋重工打电话吗？
那我就拨号了。喂，能听到吗？这里是法厄同。啊，是两位法厄同阁下啊，你们好。真不好意思，还麻烦你们亲自打电话过来。我现在就马上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次的委托详情。这次麻烦您帮我们寻找的是我们社自行研发的三型空洞用工业打桩机。在失踪前，这台打桩机也和其他两台机器一样，一直在空洞内兢兢业业的工作。不过据格里斯说，这台机器从之前就特别善于克服空洞内的不利地形，移动速度比其他机器都快。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它跑到了空洞的深处。我们定位花了不少时间，让您一直等着，真不好意思。不过好消息是，自从我们发现它以来，它的信号位置还没有发生变化。我这就把我们得到的数据发给你们。看样子，这台打桩机应该是在某个地方停住了。既然如此，我们就趁它还没移动，赶快找个距离它最近的空洞入口进去吧。Ferry， 能做到吗？肯定。正在生成目标空洞内路线，路线规划完成。妹妹，那我们就赶快出发，速战速决吧。准备就绪。我有粮，这次要做粗活。这次要做粗活。
觉得这周围要比咱们之前去过的空洞荒凉不少啊，液态浓度也强了很多。毕竟这里变成空洞已经有挺长时间了，不仅环境危险，而且离旧都也很近，待久了准没好事，还是赶快把打桩机找到为妙。不过既然神将说打桩机就在前方不远处，把它带回去应该花不了多长时间吧。安东，盲目乐观可是很危险的，毕竟之前找到的掘进机和抓捕机性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格里斯还没分析出具体原因。就算性格变了，也是咱们公司自家的智能机械，还能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麻烦不成？走了走了。已定位委托目标位置，可进行回收。这家伙还真闹腾，找条路迂回靠近吧，动静小点。好的头，那我蹲着走。啊，难道被注意到了吗？快追上去。警告，目标推测，他想要对准下坠时请避行。小心，要掉进空间裂隙了。大家还好吗？我没关系，得想办法赶快回去。执行，先挥骑士不会被捅。好啊你，故技重施是吧？以为再推开一次就会让我死心吗？省点力气对他本人说吧，安东。
没想停。走开走开，朝这儿打。前方检测为废弃建筑群，已核实没有可供逃窜的区域。已成功，需要我播放一下，请选择垃圾化风格。找到了，三型空洞用工业打桩机，先接我。他发现我们了。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变成了什么性格。没关系，我们已经成功说服了两台问题儿童，是时候听听这家伙的主张了。二话不说就冲过来了。他逃跑了？愣着干什么？快追上去！可算截住他了。赶快制服这家伙，不能再让他跑了。从刚才开始就完全不支撑，难不成是语言模块坏了？不可能，他明显能听懂我们的话。行了，别装聋作哑了，开诚布公说说吧。和你一起跑掉的两台机械，一个
是想自我实现的硬汉，一个是陷入热恋的少女。你呢？你又是什么身份？有什么目的？哼，怎么，你没有增加什么奇怪的设定吗？哎，大胆！啊？设定？荒谬！尔等凡夫俗子，竟敢出言不逊，辱没无知大人！吾乃启明之断罪者，奉导师大人之命，前去稳固封印，守护此地。尔等速速退下！启明之断罪者，还稳固封印什么的？我懂了，这种就叫中二病是吧？差不多适可而止吧。知不知道在空洞里乱跑有多危险？尔等才是不明是非。封印疲弱，一旦破损，此地便将生灵涂炭。多说无益，休怪我强行突破啊！给我站住！斗师大人，吾来也！他躲过去了。哎，拦住他！如我可以的话，我其实是想用和平方式解决的。对，对不住了。干得好啊，白！克里斯，抓紧机会！来了来了，交给我吧。姐姐其实很喜欢想象力丰富的孩子，不过我们还是回去之后再聊吧。住手！封印危在旦夕，尔等误要万物大谋。等一下，有话好好说，你不要过来啊！这家伙明明是能好好说话的嘛！你们都听我说，我没有说谎。我听到了霍尔斯导师的召唤，我不能辜负他的期待。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那家伙的名字？已经快想不起来有多久没听到那家伙的名字了。霍尔斯·贝洛伯格，白旗重工的前任社长，同时也是我的父亲。格里达，你看，这就是爸爸之前跟你说过的，我们白旗重工自己研发的智能工程机械。它就是你说过的原型机。什么时候能把它造完呀？想把它做出来需要很多很多钱，爸爸的公司现在钱还不够，也没有能造这种厉害机械的生产线。不过别担心，总有一天爸爸一定会让我的宝贝女儿坐上它。你知道吗，它可不是普通的机器，它装着爸爸给它做的心脏，不仅能在危险的空洞里工作，还能听懂你说的话。克雷达，来，给他起一个名字吧。将来只要你呼唤他，他就能完成你的愿望。爸爸，爸爸，你答应今天陪我玩的。啊，克雷达，不好意思，爸爸现在有点急事。新项目投标，原型机的制造委托金，还有先驱者纪念广场的最终验收。稍等一会儿啊，马上就能忙完，爸爸保证。爸，哼，骗子。你说什么？霍尔斯先生，你应该知道这样做对我们大家都好。爸爸，你是想让我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别开玩笑了，你给我把话说清楚点，那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喂喂，说话。爸爸，
你要去哪里？我不要一个人待在家里，我要和你一起去。这，克雷达，别闹！爸爸现在有急事，必须出去一趟。你好好待在家里，爸爸很快就回来，爸爸保证。那家伙就这样从我的眼前消失了，那个骗子。社长，社长。本，你叫我。对，我们的委托都完成了，绳匠小姐过来回收帮布了。出了点小意外，但现在走失的三台智能机械都找回来了。这样一来，白旗重工交给你们的委托就全部完成了。多亏了你们，我们才能顺利度过这次危机。法奥童，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助。格里斯正在对三台机械进行检修，凭他的实力，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原因。怎么了？你好像还有别的话要说。其实我还有个小小的疑问，刚刚打桩机提到的霍尔斯，哎呀，已经都这么晚了，社长，如果再不去安排给绳匠小姐的委托金，可就没办法在明天之前把钱转过去了。本，你用不着这样，没关系的。绳匠问的问题，就算不能从我们这里得到答案，在网上随便查查也能知道。况且他们兄妹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恩人，也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没什么好回避的。绳匠，你之前看过安东当嘉宾的那档节目吧？主持人不是提到过之前白旗重工有过一起社长卷款潜逃的丑闻吗？干出那件事的就是时任白旗重工社长的霍尔斯，全名是霍尔斯贝洛伯格。没错，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旧都陷落前夕，白旗重工的账目上突然消失了一大笔钱，那家伙也在同时失踪了。治安局给出的调查结果是，由于白旗重工的经济负担很重，公司当时承建的纪念广场又可能无法按期完工，于是霍尔斯选择了贪污公款，一个人远走高飞。白旗重工因为那家伙不负责任的行为，度过了一段异常艰辛的岁月。不过好在现在我们剩下的人已经重新爬起来了。克雷达，你们之前真的经历了很多艰辛，我为你们振作起来感到欣慰。谢谢你。总而言之，我早就不把霍尔斯贝洛伯格当作父亲了，现在的白旗重工也已经跟这个不负责任的人渣没有丝毫瓜葛了。等一下，克雷达，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当时公司的账目上的确缺少了一大笔钱，但没有人能证明那笔钱就是霍尔斯叔叔拿走的。所谓的调查结果，卷款潜逃的说法，自始至终都只是治安局的草率推测。我能理解你失去了父亲陪伴的痛苦，又受到了治安局种种负面评价的影响，可你不该对霍尔斯叔叔有这么深的成见。他失踪的时候你还太小，和他的相处时间有限，你不知道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霍尔斯叔叔是一个多么出色什么都不知道的，明明是你才对。那个只是和绳匠小姐解释一下霍尔斯这个名字，是不是没必要扯到这些。对了，格里斯，你跟安东不是在检修三台走失机械吗？怎么都跑到这边来了？
其实一开始我来这里只是想告诉你们，他们走失的原因有眉目了。真的吗？那太好了。嗯，我在检查了那三台机器的逻辑核心之后发现，他们在走失之前都接收到过同一个来自空洞深处的信号，那个信号的识别编码格式和我们公司的智能机械一样，解码后的文字是 BLG Prototype。 没错，克雷达，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不过不管怎么看，这个信号都像是来自原型机的。原型机？那是什么？是前社长失踪前白旗重工正在研发的第一台智能机械，不过因为当时我们公司的生产线比较落后，无法独立完成制造，所以除了核心部件之外，其余部分是委托别的厂商依照图纸进行制造的。可惜机械完工后还没能结清尾款正式交付，就发生了旧都陷落事件，帮忙制造的企业不幸卷入空洞灾害彻底消失，原型机也不知所踪。不过看样子原型机并没有消失，而且至今依旧保持着一定的机能。小不点，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你可能不太爱听，我知道你不想跟那个人再扯上瓜葛，但原型机毕竟是公司的财产，其中搭载的初代逻辑核心也有很大价值，你准备怎么办？是要把它找回来，还是当作它不存在？社长，格丽斯，你们冷静点，用不着今天就得出结论，再强韧的零件也会机械疲劳，更何况大家都是人，之前在空洞里跑了那么久，现在身心都需要放松。安东说的是，时间不早了，升降小姐也肯定累了，今天就请您先回去休息吧。如果我们打定主意要去空洞里寻找原型机，一定会和你联络，寻求你的帮助。
随时可以战斗。准备就绪，交出。这次要做粗活。随时可以战斗。我有粮，需要帮忙。有事准备就绪。需要帮忙吗？
我们店的上线随时可以战斗。星辉，需要帮忙吗？可是你看，今天阳光这么好，多适合购物呀。
些目标。是。清理干净。早晨一般会有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呢，尿急是你坚强的护盾，不是树洞。神将，谢谢你今天专程赶来，白旗重工已经决定正式开始启动对原型机的搜索。
很高兴你下定了决心，果然很不容易吧？嗯，原型机承载着公司的重要技术，身为社长，不应该抛下它不管。不过在如何搜寻原型机这件事上，格丽斯是最专业的。不好意思，我今天还有一些其他事情要处理，这件事就请你和他详谈吧。社长，等一下。格丽斯的表情看起来倒很正常，不过看到克里达离开，两手都握紧了。别担心，大本，我们的社长可不是那种做了选择后还会反悔的人。没错，对于小不点来说，这样就已经足够了。接下来的事，我会想办法搞定的。好吧。升降，那我们就开始吧。先从之前的智能机械走失事件说起好了。最近我为他们仔细做着检查，发现他们的逻辑核心并没有出现故障，也没有被以太侵蚀的迹象。他们是因为收到了原型机发来的信号才发生了变化，具体的原理我就先略过吧。但结论是，他们逻辑核心的运行能力都获得了提升，意思就是说，因为和原型机交流，孩子们变得更聪明了。不过这三台机械中，只有打桩机星期五获得了来自原型机明确的信息指令，也就是他一直嚷嚷的要尽快加固封印。加固封印是什么意思？这竟然不是他的中二病妄想？很遗憾，那孩子始终没办法把这件事说清楚。不过听他的意思，原型机似乎是希望其他智能机械能赶到自己身边帮忙。我调查了原型机发送给他们的数据，打桩机是第一个收到原型机信号的，他获得的信息内容也是最多的。另外两个孩子收到的信息不仅少很多，内容也出现了断断续续的现象。而在这三个孩子走失后，我们公司的其他智能机械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原型机的联络。也就是说，原型机的通讯模块现在很可能已经没有能力主动联络其他设备了。是啊，小不点大概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件事，所以在后悔自己没能早点下决定吧。不过现在自责还早了点。升降，我们公司的智能机械在接收到信息时，通讯模块会自动发送一字节的确认信息，这个功能开销较小，目前应该还没有失效。既然这样，我们可以让那三个孩子来呼唤原型机，通过捕捉原型机的返回信号来找到它的位置。升降，时间紧迫，空洞里的路线指引和位置分析就交给你了。
随时可以战斗。准备就绪。